中华文化总会跟角头音乐昨天展开第一场给力量线上演唱会，所有歌手音乐人都严格遵守防疫规定，希望带给医护人员最大的疗愈及安慰。感谢所有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，你们辛苦了，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用心，谢谢你们这样的牺牲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奉献自己的专业，也奉献自己的生命。台湾加油，所有的医护人员加油，你们辛苦了。中华文化总会副秘书长李厚庆表示，在医护人员分秒必争的时刻，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，因此在短短两周筹备，邀集不少原名歌手加入响应。正式播出之后呢，那特别是原住民族的歌手，像昨天三不一演出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或许我们现在在都市里，但我们已经感受到山与海的这种宁静跟这种力量。我相信大家只要能够团结在一起，而且大家能够坚持忍耐，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病毒，一定可以恢复到我们原来的生活。大家一起加油！给力量音乐会从昨晚九号起到七月底，每周五晚间八点，歌手轮番上阵为台湾加油，希望疗愈台湾这座岛上所有角落。原视新闻，怎么搭？底不乱？台北市采访报道。